为台湾电脑直接想法，用科技缩改财政，表现出暴跌等市场，一场工业甲科技的地位精彩来展现。包括来搭配目睭眼镜、咱啊登机车零件创作的装置艺术，也是得个变形的泡泡仪，甚至是结合电子仪器设计的时钟，拢互工艺搁较流行。这个螺钟基本上是由上面小螺的机芯和底下大螺和底下转盘所组成的。那像这个钟的话，它是结合一个咕咕钟的概念和台湾传统的一个螺的一个转换。现在寒天正流行发热衣，你可能不知影，伊也卖使变烧。陶板甲金属的结合，克服技术顶台困难，会使产生40度固定温度的效果。这是叫温暖壶。工艺甲科技的结合嘛，较有效益。亲像使用超音波，和咱人的工艺制作时间甲人工成本来降低，或者是纳米的技术，和得到有较好制作的效果。搁体现伫一件鱼竿的顶头。水从上面这里装下去。经过纳米的一些处理，让它可以有具有防腐、然后抗菌、防虫这样子一个作用。台湾工艺研究发展中心跟科技产业工艺家互相合作之下，创作的工艺作品，尤其用了真侪台湾的竹啊，泡泡原本的特性，和无可能来变成可能。第一空艺受到邀请，在米兰的展出，和国际人士相当的赞叹。不只是我们东方的特色啊，那刚好。外国人对东方也非常的一些觉得非常好奇哈，那个竹子它本身，我们说它有六德嘛哈，那我们今天也展出了一把椅子啊，那是用几个竹子编的一些整根的桂竹去弯曲而成的啊，那那也是以前的做法所没有的，以前用竹基层竹啊，或者用竹片啊，或者什么等来做啊，那是整根的竹子，那整个接起来后，其实它的一些接头的地方都看不到，而且它弹性非常的好。为了让民众唔免出国，佮使感受世界级展览的迷人，因此将伫草屯工艺设计馆内展示。展出时间将一直到5月6日，民众千万唔通来错过这难得展览。记者刘雨欣采访报道。